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和同修们交流分享的题目是“老实念佛，念佛成佛”。这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，可能有同修会说。哎呀，都老掉牙的话题了，怎么还拿出来说呢？是啊，真的是老话题了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唯一正说，就是教众生念佛成佛。上净下空老法师讲经说法60年。也是教众生念佛成佛，佛佛道同嘛，无量无边的众生听明白了，去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去了，还有无量无边的众生没有听明白，还在六道里轮回，苦不堪言，还得继续救度啊。用什么办法救度？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依本师所教，劝导众生，老实念佛，念佛成佛。佛法不像别的，不能创新，佛佛道同。今佛所说，就是古佛所说。夏莲居老居士的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就是完全复古。黄念祖老居士说，《无量寿经》善本的出现，实在是一大事因缘。我个人看，是佛法中兴之象。这是黄念祖老居士对《无量寿经》极高的评价。《法华经》上提到这么一个问题：佛出世是为什么？回答是为一大事因缘。这个大事因缘就是开示悟入佛之佛见。善导大师说，佛佛出世，全为全说弥陀一乘愿海。什么是弥陀一乘愿海？就是无量寿经，就是念佛法门。夏莲居老居士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居士，他是一位几百年才能出现的一位大德，他是一位证得了法身的大菩萨。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位大德，感恩这位大德。我们生活在末法时期，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是五浊恶世，这个世界已经浊恶到了极处。无量寿经里用了一个词儿，叫巨恶极苦，这是这个社会的真实写照，这是我们的不幸。但是不幸中的大幸，是我们闻到了佛法，遇到了无量寿经和念佛法门。我们有缘遇到佛法，有缘遇到无量寿经，遇到阿弥陀佛，这是大善根现前了，证明自己在过去生中不是没有善根。我们在无量劫中曾经供养无量无数诸佛如来，
有这样深厚的善根，现在又蒙三宝在冥冥中的加持，才有遇到念佛法门。我们要珍惜这个难得一遇的极其殊胜的机缘。古大德说过，念佛法门是大乘中的大乘，一乘中的一乘，是至高无上的法门，没有比它再高的法门了。它样样第一，经是第一，指无量寿经；法是第一，指念佛法门。按照这个法门修学的弟子也是第一，这就是指的我们。你知道吗？你是弥陀第一弟子呀，这是值得我们特别珍惜的。第一弟子这个事情，过去我不太清楚。讲无量寿经，讲专题讲座之后才明确的。我们对无量寿经要有透彻的了解和明确的认识。我们应当把无量寿经当作世间最珍贵的无价之宝看待，唯独无量寿经能救助我们，能帮助我们永脱轮回，帮助我们这一生往生不退成佛。这是世间任何珍宝都无法相比的。明白这个事实，才知道无量寿经的宝贵。无量寿经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的第一经，不仅是净宗第一经，是一切诸佛所说的第一经。我们的福报真的是不小，诸佛如来的第一经让我们这一生遇到了，该是多么大的福报。遇到能相信，能理解，能依经典的理论方法修行，果报是不可思议的。我们今生有幸遇到这部经，真的是稀有难逢。遇到了，只要能深信，能依教奉行，你就决定成佛，与阿弥陀佛没有两样。正如经文上所说的，决定必成无上正觉。我们得人身有机会闻到诸佛如来所说第一经，我们应当庆幸，应当尊重，应当依教奉行。希望在这一生中把这一些冤亲债务都做个了结，才能往生净土，不退成佛。只有无量寿经教我们发愿求生净土，是真实的利益。其他一切经不是不好，而是我们一生做不到，一生修学不能成就。换句话说，即使非常认真用功精进修学，也不过是人天两道而已，没有办法超越轮回。必须超越轮回才是真正的利益，真实的功德。其他经典我们不容易做到，不容易应用在日常生活中，这部经与自己的生活很容易相应。从这一点上体会，其他的经论再好，做不到也是枉然。
理懂了有什么用？世上做不到。这不经是理上明白，还能做到，这就妙了。所以对这不经一定要生稀有心。佛给我们第一个无比殊胜的利益，就是无量寿经和念佛法门，教我们在这一生中就能成佛。听懂了吗？是这一生，不是来生后世。我们如果不认真修学，这一生不能往生，就辜负阿弥陀佛太多了。要怎样才能不辜负呢？唯有认真去修，要把它当作这一生中最重要的、最大的一件事情去办，其他的事情可以放下，唯有这件事情不能放下。无量寿经中有这样的话：行超普贤登彼岸。很多同修心存疑虑，这怎么可能？普贤菩萨是法身大士，我们怎能超过？这话是佛说的，佛没有一句假话，没有一句妄语，跟我们所讲的句句真实。普贤菩萨修了无量劫才有了这样的成果，而你一生中就成功了，普贤菩萨自叹不如啊，他好羡慕你啊。普贤菩萨累劫中没有遇到念佛法门，所以吃了很多苦头，时间拖了很长，他没有我们运气好啊。我们的运气太好，一下子遇到了念佛法门。我们走的是一条捷径，我们要珍惜这个缘分呢。同学们想一想，文殊、普贤修了无量劫才入华藏世界，才知道念佛法门。我们今天一开始学佛就遇到了这个法门。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士见到你，没有一个不佩服的。他们修了无量劫才找到这条路，你不费一点力气也走这条路。他们是具足信愿行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见佛成佛。我们今天用同样的理论、同样的方法往生西方，见佛成佛，跟他们无二无别。他们走了无量阿僧祇劫的冤枉路，他们看到我们怎能不佩服？怎能不羡慕？怎能不赞叹？怎能不保护？不要等阿弥陀佛派遣，菩萨就自动来保护了。诸佛如来无量无边的法门，只有这个法门是一生中决定得度的法门。选中净土念佛法门，你的智慧第一。文殊菩萨选这个法门，大势至菩萨选这个法门，普贤菩萨也选这个法门，你也选这个法门，表示你的智慧和他们没有两样。柳大德说了这样一段话：特此一门，智缘极顿，而且尤其简易直接，则出世之正说偏在此经。
一代所说归此经，如众水归于大海。这一段话中心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在如此浊恶的环境里，只有一味药能救度苦难众生。这里所说的一门就是无量寿经，就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这一段非常重要。对于特此一门，智圆极顿上定下空老法师是这样解释的：特此一门，智圆极顿，特是特别，特此一门就是无量寿经，就是净土法门，持名念佛。这个法门圆极顿极了，圆是圆满，它没有欠缺，顿是快速，一生当中肯定可以成就。这个法门就无比殊胜，真能够拯救今天的社会，拯救今天的地球。而且尤其简易直接，它不麻烦，不啰嗦，简单、容易、直接、不拐弯的。则出世之正说偏在思经。出世是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。正说不是偏说再说，直截了当就在这部经。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这个经是第一，真实智慧，真实的利益。一代所说归此经，49年所说的一切经最后归在这部经，总结在西方极乐世界。如众水归于大海，像陆地上江河通通流到大海。华严经就好比黄河，法华经就好比长江，主要的河流。无量寿经是大海，通通流入大海。上面一段话师父老人家说的太精彩，太透彻了，谁能说出这样的话？为大智大慧的诸佛如来。我们做老法师的学生，有这样的名师教诲我们，指引我们前行的路，我们真的好幸福。念佛法门智圆极顿，华严法华称为圆顿大教，它的圆还没有圆到极处，它的顿也没有顿到极处，念佛法门才是智圆智顿。它最殊胜的是简易直接，如果没有这四个字，纵然圆寂顿寂，一般众生不能修学，一般人得不到利益，则法门再好也是空说，没有用处。念佛法门圆寂了，顿寂了，顿是一念成佛，圆是一切都得到，没有一个例外。只要你能信，只要你能依照这个方法修学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念佛法门的好处在哪里？
这个问题我在讲无量寿经和专题讲座时已经讲得比较详细了，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。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简要的说一下念佛法门的好处。一，契机。什么样的根基用这个法门修学，只有利没有害，可以放心修学，不会着魔，不会出偏，这是真的。若修学其他法门未必契机，修学念佛法门决定契机。二，平等。普等三昧是什么？什么三昧能普遍平等？普遍就是世出世间一切有情众生都能修，平等就是上至等觉菩萨，下到地狱众生都能同样修这个法门，能同样成就。这个普等三昧是什么？就是阿弥陀佛。念佛三昧就是普等三昧。三，广大。这个法门之广大，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都是他度的对象，不像其他法门只度一部分众生。达摩祖师传到中国来的禅宗只适合上上根人，不是上上根人没份儿。总没有净土法门普遍平等广度一切众生。四，不死。念佛法门是不死的法门，是真正的不死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真正的念佛人是欲知实质自在往生，是活着走的，不是死了以后走的。我亲身经历的最具说服力的就是我姐姐刘素清老菩萨的往生，我是亲眼所见我姐姐是怎样活着往生的。尽管后来有人极尽所能排斥，我都一言不发，不做任何解释，因为我知道事实的真相。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另外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活着往生的例子，就是今年2019年5月21日我老伴子刘明华老菩萨的往生，他也是活着走的，欲知实质自在往生。他往生的殊胜程度不次于我姐姐的往生。为了吸取我姐姐往生的经验和教训，经师父老人家应允，刘明华往生情况不对外公开。我在这里只能用最简单的形式告诉同学们这样几句话：刘明华没有往生征兆，没有病苦，从知道他要往生就三天时间。我是5月19号知道他三日内往生西方，他是5月21日中午往生的，那是千真万确的活着往生，一点儿也不假。咱们不说别的，就说念佛法门这四个好处：契机、平等、广大、不死。你选不选择这个法门？下面想和同学们聊聊我自己的一些感受。因为这次交流分享不是讲经，也不是开示，
是属于茶余饭后的闲聊，也不是闲着没事瞎聊，聊就聊点正经事儿。什么是正经事儿？念佛成佛是正经事儿。之所以用聊，是为了活泼些、轻松些、自在些，更接地气一些，效果更好一些。下面跟同学们聊聊，我为什么选择净土念佛法门，有以下几点原因。一、缘分。第一个缘分是1991年五大莲池中灵寺住持上觉下悟法师接引我皈依三宝。觉悟法师是修净土的，他告诉我读佛说阿弥陀经，念阿弥陀佛，但因为我当时啥也不懂，也没听师父的话，既没读佛说阿弥陀经，也没念阿弥陀佛，也没弄清三皈依是啥意思。第二个缘分，2000年我得了重病，随时面临死亡，因为我药物过敏，没有办法用药物治疗。就在我濒临死亡的危急关头，姐姐结缘给我一本无量寿经汇集本，不久又得到一套老法师讲的无量寿经光碟。从此我和无量寿经和阿弥陀佛结下了不解之缘，这个缘一直延续到现在，念佛法门在我这里扎下了深根。二、随顺。历史规律，自然法则不可抗拒，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相法时期禅定成就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，这是规律，这是法则。规律和法则是不可抗拒的，佛经上是这么讲的，你信不信？祖师大德是这么说的，你信不信？我信末法时期净土成就，我就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，我今生就一定成就。可能有人高明，有这个高招，有那个高招，那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。什么是高招？今生成佛是真正的高招。三、劝勉。释迦世尊劝勉他的父王净饭王和他的姨母波舍波提念佛求成净土，可见这个法门是第一法门。我听明白了，怎么能舍弃第一而求其次呢？四、示现。自古以来的祖师大德们，他们一向所学的法门宗派不同，到他们真正了解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没有一个不是把他们所学的全部舍掉，专心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。在印度像马宁龙树菩萨，在中国永宁延寿大师、智者大师，他们从前都不是学这个法门的，知道这个法门之后把其他的都舍弃了，专修净土法门。莲池偶益大师也是如此，尤其是莲池大师，
他说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，八万四千行扰欲别人行。他自己晚年专持一部阿弥陀经，一句阿弥陀佛佛号，专修专弘，这才是真正彻底的觉悟。彻悟禅师是在禅宗大彻大悟之后回过头来专修净土法门的。他说真为生死发菩提心，以身信愿持佛名号，这是念佛的标准态度。五，实力。净土圣贤录实力多多，我们身边念佛往生的实力多多。这十几年我亲身经历的念佛往生的实力也不下十几例，使我念佛求生净土的信念越来越坚定。六，身教。老法师85岁放下所有的大经大论，专弘一部无量寿经，专念一句阿弥陀佛。老人家以身示教，是在给我们表法呀。我看明白了，从2010年见到老法师以后，坚守一部无量寿经，坚守一句阿弥陀佛佛号，我的信念更加坚定不移了。七，受益。2000年我重病缠身，随时面临死亡。2019年近20年时间过去了，我还活着，而且活得健康快乐自在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，这可不是编出来的神话故事。我说我是佛法的真实受益者，具体点说是无量寿经和阿弥陀佛的真实受益者，这是真实不虚的事实。面对活生生的事实，你总不能掩耳盗铃视而不见吧。我们学佛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确实是苦，一定要觉悟生死是大，无常迅速，遇不到念佛法门那真的是无可奈何，遇到这个法门一定要求愿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才是真正究竟圆满，得真实之乐。我们这一生中没有遇到念佛法门那没办法，遇到这个法门了竟然空过了，这是最大的过失，没有任何可以补偿的。我们今天有幸遇到念佛法门，理论方法境界都明了，关键就是我们自己肯不肯认真干。果然认真干，就决定如经上所说的觉证即果，一生成就。这种大便宜到哪里去找也找不到，我劝同修们切切珍惜。我们生生世世修行没有修成，无量劫又无量劫在六道里轮回，错就错在
轻视净土法门，不肯发愿往生，这是大错。这一生又有幸遇到了净土念佛法门，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。几年前就有同修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，刘老师，你说我该怎样念佛才好？我的回答是，念得轻松自在顺溜，心生欢喜就好。我为什么能这样说？因为印光大师有这样的开示，念佛之法各随机宜，不可直定。我再说一遍，老人家是这样说的，念佛之法各随机宜，不可直定。大家都知道，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带来的，是我们净土宗的第十三代祖师。他老人家为什么来到娑婆世界实践？他是来为末法众生选择法门的。这是我把印光大师文钞通读一遍之后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。所以同修们问我这个问题，我真的不好回答，因为念佛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，不是一定要怎样念，一定不能怎样念，这个是因人而异的。你怎样念才好，只有你自己的体会最真实，别人是说不清楚的。既然有同修问我这个问题，我又不能不回答，我不能让我的同修失望，怎么办呢？我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，我把自己近20年来是怎样念佛的和盘托出，对也好错也好，毫无保留地说给大家听，供同修们参考，仅供参考。一，在道场我是随众念佛，大众怎么念我就怎么念，和大众一起念佛我就小声跟着，不敢大声，怕自己跑掉不算，还把别人带跑掉了。在家里我是用绕佛的那个频率，两步一句阿弥陀佛，右脚阿弥，左脚陀佛，不紧不慢，不疲不厌。这种念佛最大的优点啊，我认为是优点，这种念佛最大的优点是解决了相继问题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念起来轻松自在，一点不累。比如我写讲稿时，时间长了，眼睛累了，我就停下来，念一会儿佛，让眼睛休息一下，这时我是念一会儿唱一会儿，这时就我一个人，就不怕跑掉拐着别人的，我不大声唱，小点声唱呗，不管跑不跑掉，自己听着都挺美的。二，我念佛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，就是很少大声念和唱念，我多用小声念。金刚持或默念，默念的时候最多。三，
念佛用功最妙的方法是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这是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的，是印光大师极力提倡和赞叹的念佛方法。学佛这么多年，这八字当口号喊了这么多年，光喊口号是无济于事的，得真用啊，真用真受益啊。都摄六根就是念佛之心专注于佛号，净念相继，心无妄念，唯佛是念，名曰净念。若能常常都摄六根而念，是名净念相继。如常常净念相继，可得一心不乱和念佛三昧。我曾经说过，如果老实念佛和净念相继选其中一项作为念佛人的检验标准，我选净念相继。因为老实两个字不好检验，看看我们周围有几个人愿说自己不老实的。这八个字具体怎么做，印光大师告诉我们，最重要的是摄耳谛听。注意这四个字，摄耳谛听。念从心起，声从口出，音从耳入，行住坐卧，就是这样念，就是这样听。大声小声默念都是如此。念佛能摄耳谛听，即都摄六根之法。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云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，思维第一。四，计数念佛，包括十念法。我没有尝试过，这可能和我从小数学学的不好有关吧。就那么几个阿拉伯数字，在我这儿怎么整也整不明白。既然整不明白，就别强整了，哪个能整明白就用哪个，顺其自然最好，适合自己的最好。五，念佛不宜图多图快，这是印光大师说的，我觉得老人家说的对。印光大师说，图快图多随口滑读故无效也，心中念得清楚，口中念得清楚，耳中听得清楚，方可谓为真念佛人。大师斥那些不修实行只图虚名的念佛人，皆属虚张声势。近20多年念佛，我的做法是绵绵密密，不紧不慢，不急不躁，就像用文火煲汤一样，这个效果接近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同学们不妨试一试，但我必须把实话告诉大家，我用这种方法念佛，最多一天能念70000声佛号，再多我念不出来。六，不刻意追求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的境界。为什么说这个？因为我发现有同学对这个境界非常向往，
在刻意追求这个境界，久而久之会入魔境。我们把念佛分为不相应时和相应时两个层次来分析。念佛未相应前，不起心不动念的念头，你肯定不念佛。只有你动了念佛的念头，你才会念佛。念佛念到相应时，虽然常常在念佛，但了无起心动念。虽不起心动念，而这一句佛号常常称念意念，这叫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。无念不可以认作是不念，这个境界印光大师说是一心境界。此种境界殊不易得，不可忘归。我向往这个境界，但不敢奢求。我知道我现在是念佛尚未相应阶段，但不能停止不前，要继续努力向念佛相应这个目标前进。七，三业清净，念阿弥陀佛效果好。2013年以前，我的胳膊没有摔伤，我是每天磕头4个小时，大约是1200个头，是一次性磕完，中间没有休息。那种方法是心想阿弥陀佛，口念阿弥陀佛，身礼阿弥陀佛。这种三业清净的念佛方法效果好，还有拜静修结要，念佛效果也不错。2010年，我在广州和几个同修共修时，就是拜静修结要，当时还做了录音光碟。八，念佛的秘诀是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不夹杂任何妄念。觉明妙行菩萨在西方确旨里告诉我们，连我们诵经、持咒、拜忏、做法会都是夹杂，这些尚不许，何况其他。这样念佛方成一心，真正想成就，真正想解决生死问题，就得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。注意死心塌地这个词儿，你真的死心塌地了吗？如果你还想学别的法门，还想去拜山，还想去拜忏，还想去参加各种法会，还想读这个经那个经，这些都是家长，都是不老实，都不是死心塌地念这句阿弥陀佛的真正念佛人。也就是说，你不是纯粹的念佛人。用这个标准衡量，我现在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念佛人。我讲无量寿经，讲专题讲座，讲茶余饭后，也都是夹杂。我真的希望这一次讲完之后，专一念佛，做一个纯粹的念佛人，给大家做一个真正念佛人的好样子。九，苦难之时，念佛效果最佳。平时念佛是马马虎虎的念，是随帮畅影的念，
是心不在焉的念，效果不佳。危急关头、生死关头的时候念佛，心情不同，急迫呀。那时候的佛号，声声都是在呼救呀。我们的真诚心，平时显露不出来，在生死关头，那种真诚心是被逼出来的。那时念佛效果达到最佳状态，这是我亲身体验过的。姐姐生病最重的时候，在我家住了10个月，看到姐姐被病痛折磨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就是那个时候，是我念佛最精进的时候，那时是妄念最少的时候，就是一门心思念佛，减轻姐姐的病痛。我真正体会到了，到了生死交关的时刻，真诚心是怎样被逼出来的。十，给同修们介绍两个念佛功德加倍的时间。一是腊月初一到15，一共是15天。二是4月初1到15，也是15天。这两个时间念佛，念佛功德增加10万倍，这是佛的方便。用现在话说，就是以点代面，这是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的。最后有一首偈颂与同修们分享：庇护俱来人，痛念死期将至，专心修净业，身残道业未成，道业未成，敢使此心散乱，死期将至，立辞一切应酬。今天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